在疫情这两年都没得举行一些大型的足球赛，在今年可以举行这么大型的一个足球赛是非常难得的。加上我们可以邀请到20队来自不同界别的朋友，以及加上他们的不同的粉丝一起来打气，真的非常开心。希望可以带出更多正能量，为大家一起打打气。我们纪律部队其实都常参加比赛的，但今次联同不同的界别一起参加比赛就非常少见的。我们大家可以放低平日的身份，藉着踢足球去增进大家的友谊，也很多谢我们是受邀请参加今次的比赛的。我们商界呢就时常都会举办不同的体育活动的，因为呢在不同的公司里面，大家都希望员工的健康可以得到照顾。今天厂商会工商7人足球邀请赛，很高兴请到我们玩具厂商会一起参与。今天在这个这么好的天气下面，可以一起竞赛，一起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很希望他们明年都会继续请我们。今次很开心可以同到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士一起踢球，还要是大专以外的球队，虽然大家的年龄层很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学习他们的技术以后会有，所以我们都很开心有今次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。 I am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om Malaysia,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 It'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to be able to play with the local people hereAnd of course, this is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a 7-a-side tournament, and I'm very happy and delighted to represent CTU and to be able to play in Hong Kong. 好开心啊！今年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咧，以及咧厂商会嘅88周年嘅，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决定咧举办咧厂商会7人足球邀请赛，为社会注入活力以及咧係正能量嘅同時咧，並且咧係慶祝呢一個重要嘅時刻嘅。今次呢個比賽咧，除咗係好似以往咁樣咧，有工商界同埋專業嘅團體嚟代表參與之外咧，我哋更加咧係邀請到紀律部隊，譬如警隊啊、海關啊、懲教處啊、大專學生以及咧香港嘅運動成員嚟到參賽嘅。希望咧透過今次嘅賽事咧，大家都可以咧享受比賽嘅過程，咁啊實踐咧以球會友，聯誼交流。